姨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我能追你吗？你怎么追我啊？就那么追呗，反正你们女孩子就喜欢那一套，夸你们漂亮，送你们礼物，对你们特好。那你把我追到手以后会对我不负责任吗？那不可能，我又不是我老爸。三八一现在要回家了，你送我吗？怎么样啊，要不然我走了。你再不上我上了。你觉得他靠谱吗？他当你老公不靠谱，你当我妈特靠谱。你滚，你怎么那